大家好，我是Bill，好，我们回来我们的迷托邦啦。那上一次我们的游戏券有20几张，真的太多了，因为我可能玩的进度比较慢一点，然后变成他每天只要一登录就会送游戏券或是约会券，所以我的游戏券跟约会券比其他人的游戏券可能还要多，因为大家不会像是为了要做影片一样，可能就是玩一集说他要说休息，那我们就休息，那就变成我几乎将近是一天玩一次要休息，所以就变成我累积非常多游戏券和约会券，那我就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把我们20几张游戏券拿去，刚好我们今天的转盘全衣服占的部分占很大，我就玩一次给他看，我真的觉得这占太大了，这很夸张，因为没道理不抽到他，所以才差一格而已。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新的装扮是眼梦的装扮，超神秘的，但问题是这个装扮我们把它卖掉有1600块。所以我就这样子用游戏券换了超多钱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快20000块。那我们来顺便看一下眼梦的这套衣服，给它换上去会长什么样子？因为我上次拿到我没有仔细去看。服装，我们现在要看肌肉。哇、哦，我想看它正面，它给我这样侧面很难看哎。眼梦都没有适合它的黑色，好，给它紫色看看，好像不太合适哎。我们还是换回刚刚那一件好了，刚刚那一件比较轻松一点。他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西装衣服可以搭呢？啊，给他这次换粉红裤裤，虽然这不是裤裤啦，这是小外套。哎，这样跟他头发好像还蛮搭的。拿到了这什么特级？哦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，来吃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？那看起来比较超好吃的。哎，还是贵的食材哎，啊，不然你呢？很满足，哎呀，加很多哎、欸、啊，这个嘞，魔力跟速度，魔力跟速度的话给那个童魔。为什么你不吃魔力就没人能吃魔力啦？其他人都不好魔呢？来看一下会被表现超难吃表情。既然把它喂饱了，这组的进度全部除了。目前就除了童魔跟眼梦，他们两个一起念很难念的，就是在好感度只有到7，其他都已经破10哎，这很夸张。所以我们待会是不是约会券应该要把那一组也给破10呢？哦，有往下的路了，看一下，1，没理他，2、3，是不是反了呀？4，提振士气的仪式结束了，还很冷呢。Hello， 啊，不是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好 Q 弹的木乃伊哦。啊，这招很耗魔哎，才2只怪而已。好吧，既然都耗魔了。继续耍废补魔，哦呵呵，又要戳谁？为什么每次都戳一窝座？你为什么不戳其他人呢、啊？你到底对一窝座的屁股？我们很努力的呢。红魔在这里真的超攻击一窝座。有宝箱，580，我刚一直疯狂赚1600，580瞬间觉得好少。哦，有新的剧情了吗？是两个哎、欸，一次拿两个，那这样应该会两个宝石一起掉吧？哇，怎么了？竟然是附在武器上面，矛盾大对决。K 盾之 KK， 剑之西斯辉，看起来有点帅哎、欸，想展现好的一面。哦，毒奶这招不错，看能喷多少。他们血量感觉真的蛮厚，哇塞，我们该帮补吗？好了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战斗了。
不是不是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技能魔法，两手抓。啊！36滴，感觉好像也没很痛哎、欸，我还是继续当废的捕魔机好了。野梦的行动，大家我爱你们哦！大家都很喜欢野梦的剑盾的攻击啊！野梦要挂了啊！野梦，野梦再做点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撒粉怪，很久没出现撒粉怪了，没事吧？一窝做同魔，对。哇，我们撒粉怪有这么多、哦。我发现一件事，撒粉怪如果按很快，它有几率不饿、欸。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哇，我突然发现我不能自己补自己磨。OK， 撒粉怪的磨用完了，集中精神吧。野梦来帮忙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竟然不用技能，我帮你补那么辛苦。啊，那我觉得我们要来耍废一下吧，好像可以耍废一下，来帮野梦补个魔，因为我们没有补魔的撒粉罐了。嘿嘿嘿，恶作剧差，他到底有几滴血啊？看不到血条，好麻烦。哇，野梦你真受欢迎，哇塞！好痛哦，后面好痛哦！等下这盾也太硬了吧，好硬的盾哦！虽然它是盾，好险闪过了。延迟呼吸，该动咯，随性，哎呀，好危险啊！不要这样了，再斗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同魔，他们总算吵架，我们这一组到现在还没有吵架、欸。野梦来帮忙了，我也来帮忙了。该挂了吧？这个盾好像挂了。为了之后麻烦，我们赶快想办法让他们好感度往上升一点吧。这样有升吗？嘿嘿嘿，他好像没有升哎、欸。新技能。爱与和平，他、啊、竟然没用过。爱与和平还有希望吗？哦，因为我们吵架的关系吗？所以他之前没有用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没有人吵架，你没事吧，野梦？你我做 three 左右夹击，呵、啊，拿手去砍刀，看起来好痛。延迟呼吸，想要行动。哦，可是我想要去补野梦的魔啊！哦，快升了，吃 HP 香蕉，嘿嘿，我也来帮忙吧，恶作叉，啊呜，啊呜。哦，那这样我们再帮同魔补一次，来看一下他的好感度情况到底是不是被野梦给解掉了。哦，真的耶，被解掉了，原来他的技能是这样用的呀、yeah! 哦、野梦打死了他抢尾刀，可是他没有讲出他口头禅，可恶，真的都看不到野梦的口头禅耶。照理说都是剪尾刀后可以讲口头禅。哇！我突然在想，该不会是飞回去的脸？我们要去村庄回去才能拿到宝石了，因为刚好三个飞回去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旁边的那个高级剑生鱼片，哦，好想吃生鱼片哦！在疫情期间真的都没有吃到生鱼片，我好想念生鱼片哦。啊，死胡同！难道我们迷路了吗？嗯，你我错啊，不要在这里摇了。嘿，去调查金字塔的门吧。啊，你怎么突然这么说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被附身了。一到这里，好像听到神谕。啊，
嘿，这就是金字塔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要去调查门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是什么？金字塔有一种神奇的力量。是哦，要调查门，道路应该就会出现了。所以被附身的人，他的状态会是这样子吗？发现旅馆了。嘟啊嘟啊，也许喜欢等级吧。哦嘞，他竟然想马上找童魔，你们不是刚才吵架而已吗？哎呦，按错了。买了礼物回来，我觉得里面一定放了奇怪的东西。我买了，因为多了一份傲娇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会是什么呢？肥皂，他希望他捡吗？他很开心耶，他到底要自己使用还是给别人用呢？这是要一起洗，非常的喜欢哦。学会了帮忙二，竟然是眼梦，我以为是黑死毛。喜欢一窝做的眼梦偷偷的看到了，又是偷摸，好不公平！我也想要捡，嫉妒他的肥皂。三七七，他记得可以用在自己身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两个和好一下吧。我突然觉得他们的约会，他们真的要提升一下好感度了。哇塞，我们这东西也太多了吧。你们去唱个卡拉 OK。他可不可以把他拉到等级十？感觉拉到等级十要好几张哦。后面的国王超肥了。已经唱完了，哈？所以他没唱到的意思吗？哇，竟然没有声！那再去一趟，去大海。说到去海边玩，会想到什么？潜水和玩沙子。海边的美食会想到什么呢？刨冰。好想吃啊，去吃吧。就是吃货族。嘟哩滴滴，嘟啊嘟啊。也许喜欢，学会了慷慨。大家都不想买东西，游戏区哦，有一大半是什么呢？肌肉猫，我们没有肌肉猫吗？啊，三万张约会券也行啊！再来一次，结果游戏居然嫌多，还是很快就花完了。哎、欸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！啊，全部变成约会券啦、啊！游戏居然全部变成约会券形状，但一张换三张，好像有点划算啊。有了有了，拿到肌肉猫了。它是裸上身哎、欸，而且耳朵都是肌肉哎、欸，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，这个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肌肉虽然跟衣物做很搭，但是那个裤子我觉得真的不行啊。虽然很衣物做，但是又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不行，我们还是外观不改变好了哦。还是这个样子比较好，肌肉真的太惊悚了。虽然那是一窝座的肌肉，但是觉得这么可爱的一窝座让它穿上去，我真的不行。哇，生鱼片嘞，攻击跟速度要给谁了？攻击跟速度，我在想魔力会不会是使用技能时的攻击啊？然后攻击就只是一般普攻之类的，算了，给他吃好了。
只有一个的高级生鱼片。哇，我们的游戏券优惠券超越游戏券哦，有鱼码优惠哎，来看一下继续提升。这次又是钓鱼啊，一样的。哎，他这次反而钓到了，我以为是一样的画面。所以应该目前码就只有两个场景，海边。哦，骑在马上看海，哎，好可爱哦。皮都是沙了，嗯。他是在挖猫砂吗？这里有什么吗？挖猫砂，发现了什么？真的是在猫砂。获得了 HP 香蕉，不需要，谢谢。你要吃沙子里的香蕉吗？哇，升两等呢！巴拉巴，十五等，人马合一，听起来很糟糕。很厉害的技能哦，效果有职业决定，随意行动时无法使用，请注意啊！职业决定效果什么意思啊？所以猫可以人马合一吗？它是会挑人的意思吗？啊，我们来出发。我想先前往村子，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之前那个宝石好像确实是那个鬼王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应该……哎，不对啊，是鬼王给的吗？对对对。黑猫，黑猫，我们没有回去看它吧，所以我们缺的三个宝石应该就是我们没回去看的。对，黑猫没有看，然后再加这两个人的脸，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的宝石。哎，一个，哎，理我，喂，快速的跳舞，你脸上粘了一个很脏的东西的感觉，塞哒哒。回来了，好开心啊！他之前有讲话吗？我为什么只记得他会跳舞而已？就送你这个当礼，谢礼吧。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拿着宝石啊？烦躁的两个脸，爸爸。啊，西斯会。客人，谢谢惠顾，谢谢你就帮了我们，这次特例免费送你吧，宝石，还差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们少一个，该不会是恩维啊？这个啦，瓦里奥，应该是瓦里奥还在金字塔里的，还没遇到恩维的话，应该不是吧？怎么办？到底该找瓦里奥还是恩维？我看一下啊，瓦里奥应该是在金字塔里面吧。对，瓦里奥在金字塔里面，恩维的话我记得在外面。哎，到底会是哪一个呢？好好奇哦。反正我们都来到外面，我们就顺便先去找恩维看看吧，说不定就在恩维那里。然后我猜瓦里奥有可能会在门后面，不然就是瓦里奥在其他分支线里。哦，要从另外一边哦。走吧，前速前进。其实，在恩维那比较合理，因为他们都是居民持有那个宝石。脸被夺走了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会痒痒呢？哈，你被夺过吗？虽然难以呼吸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就像飘在空中一样，很舒服。哈，是哦。你为什么会知道呢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想象而已。呵。今天感觉不错，我要努力了。好久没打外面的怪哦，感觉在金字塔也混很久啊。这西瓜颜色变了，展现好的一面，毒奶攻击。哦，黄西瓜比较硬哦，该补个膜。哇塞，它的膜真的一次耗一半的耶。
哇，23啦，很爱。言语，快回来哦！呀，哦，会讲啊！你在梦中死去，哦，我好久，我总算看到他讲的一句。仙人掌汁，啊，他干嘛了？太热，快昏倒了。你用你的冰能力啊！啊，那个是，那到那张椅子坐吧。啊，要被刺了！啊，一呆，好痛啊！不是啊，你没损血啊，大姐。大哥，好舒服啊！刺中了后面的穴位。愉快的。他的嘴唇好 fashion 哦。延迟呼吸的鼻息，哇，好酷哦！蓝色火焰哎，太帅了吧！流了很多汗呢，哦，外面钱比较少哎，不愧是金字塔，钱比较多。要往哪边走？往下。发现了宝箱，游戏券三张。哎，不是，我要往恩维那里走呢。哇，还要走两格才会到恩维那哦，太远了吧？走吧。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刚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是低沉的吼叫，怪物吗？要小心一点。那个是我肚子的叫声，好像有点萌。好可爱哦！哎，不是，他们没有回应他吗？好歹回应一下嘛！喷毒奶，喂！一次解决，哇，499人了。太轻松了呢，升级了，学会了能量流失，从一只敌人那里吸取生命力，回复 HP。总觉得恶魔是不是越练越强啊？仙人掌球。又要喷毒奶了，要没魔啦！毒西瓜，不行，延迟呼吸，我必须要把旁边的人突破，他只剩十二滴了。他一次耗15滴，然后魔只有40几，有够多的。破西瓜，大家爱你们。继续补魔，补一次还补不满哎！可恶，这技能能不能往上提升，让补魔多一点？你太过活了！哦，圆梦达到了，能在梦中死去，流了很多汗呢。仙人掌汁，嗯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东西，有什么掉在地上了？香蕉，不要再捡到香蕉啊！啊，
为什么沙漠会有香蕉啊？哦，新东西！哦，找到恩伟嘞，原来不用那么下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好适合恩伟哦。好适合，怎么可以这么适合？好烦躁哦，恩伟眼镜蛇，嗨！好了好了，不耍废了不耍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使用我们的两手抓，嘿呀！他这样到底算痛还是不痛啊？恶魔的地狱，恩伟放松了警戒，啊，不是放松啊，呼唤了同伴。只有一只，我来帮你吧。嘿呀，蓝色眼镜蛇啊，吃我这招！喂，同伴一下就打掉了。好，我们来帮他补个，要帮谁补嘞？还是先补黑死魔比较实际一点。哦，这好感度真的好好用哦！新技能，能量流失，能量流失啊！他吸了他 HP， 眼镜蛇清醒过来了。你吸我 HP， 你没事吧？黑丝猫，我刚刚吸了蛇的血，再次行动，呵酷，闪躲！哦，野梦要骑马了，第一次看到哎，哇！竟然是用后脚攻击，好乖好乖。哦，同魔的魔也太少了吧！喵！哦，补满嘞！城市错误，他在打同魔哎，他真的很不爽同魔哎。野梦的行动。大家我爱你们！他这个真的有帮助吗？实在感觉不太成道哎。同魔的行动，炎之呼吸要上了，好帅啊！原来是女孩子的蛇啊！嗯，哎呀，我也升天了，太好了，炎梦升级了。学会的加油，以元气满满的歌曲，所有的回复 MP 的技能，所有同伴回复 MP， 那这样不是比我还有用吗？超稀有的眼镜蛇，这眼镜蛇看起来太好吃吧！发现旅馆了，打倒50种怪物了。超过500人，神力觉醒 ，HP 杀粉怪提升了，变成100，直接跳20哎，哇 ，MP 也提升了，35，MP 好小气哦。550，哇、哦。嘟啊嘟啊，也许喜欢哦，快到10了耶！这边是多少？也许喜欢，蹭蹭脸颊。哎，对他从来没用过这技能哎，是都被我补掉的关系吗？啊，好想要去同魔，竟然是同魔哎！来去一下啦，一二要商量什么事呢？同魔，你喜欢的人是谁呢？我说不出口，别这样告诉我嘛，我也会告诉你哦。不用了，我没兴趣知道。很不像同魔会讲出来的话，同魔感觉对什么都很有兴趣，感觉他们如果刚对话反过来会比较像他们的个性，好可惜哦，好希望刚对话是反过来的。哦，所以他不是到那个裂缝里了。
他感觉两边哦，原来两边是相通的，还有我还在那边犹豫左边还是右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宝石就拿到了，冲啊！应该吧，应该是敌吧，应该不是瓦里欧吧？快速脸移动，喂！好烦躁，烦躁的恩伟回来了呢。等等，你有在听吗？好吵啊！又要为了爱德华烦恼了吗？啊，好想再变成怪物哦！我是觉得你还蛮适合的啦。哎呀，我要先给你谢礼才行呢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猜对了，所以瓦里欧果然是在后面的。哎，有惊叹号！有了有了。这样就没错了，我们可以打开神秘的大门。死胡同有四个洞，刚拿到的宝石，咚咚咚咚，完美的镶进去了，真理之门打开了，成功了，继续前进吧。接下来就是瓦里欧了吧？发现什么了？镇上居民的脸全都回来了呢，接下来只剩下神灯瓦里欧的脸了。我们已经走到很里面了呢，还没找到神灯精灵的脸呢。嗯，就在附近哦。啊，金字塔的力量是这么说的啊？金字塔的力量吗？大魔王也在哦，嗨，也在哦。怎么办？我们家的头魔怪怪的。目标是旅馆，奔跑吧！大魔王，好久不见啊！又是你吗？我明明把你的力量给封印住了，你还真是个顽强的家伙、啊！生气的一窝座，哼！出来吧，远古之王的面具！喂，谁？好像很适合哎，呀吼！这家伙是我最强的部下之一。祝你好运了，哈哈哈哈！现在才笑啊！大魔王飞到东边去了。粘合，哇、哦，感觉不能耍废了。好适合，超适合！救命啊！法老瓦里欧，城市错误，33滴，延迟呼吸，延迟呼吸，我们真的得行动了。人法合一29，很厉害的技能，怎么办？当然用看看啦，29滴，喵！喜欢行为，人马合一，猫之人马合一，到底可以干嘛？啊，他一直在蹭的，好可爱啊！嘿，喵！哇，好猛啊！超猛嘞！他搓了多少？可是我 MP 没了。哇，35。呀、yeah ！哇，你有下了诅咒！我是法老啊！一窝座来帮忙了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来用一下撒粉怪了？战斗！哎，不是，我突然发现我不能耍废啊！还是我们来吃个 MP 糖了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集中打王好了。我这边全部都是要耗魔的，那、啊、只能一般战斗了。你们要帮我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人来帮我！嘿，我是法老，请收下线上的 HP 香蕉。我们不能把它废恢复原状吗？大家我爱你们！我知道，我想到一招了。我们把这个家伙给放到安全区去，不然它怪怪的。啊，好痛啊！城市错误。哇，糟糕了！我们现在要干嘛了？我们继续按战斗好了。他血好厚哦。
我来帮忙。嘿，正在休息啊，恢复了，你该回来了。又下诅咒是谁？啊，是我吗？我要把它移到安全区啊！好可爱哦，因为这么好可爱啊，它变好可爱哦。回复，刚好回复 MP 哦，好快哦！果然移到安全区是对的。头目快挂嘞！悄悄的，呜、哦，它放松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放松了吗？酷我闪躲，层次错误。我们要使用猫犬拳吗？好吧，就来用个猫拳好了。喵，我来帮你，我也来帮你。喂，哦，好痛哦，呵呵。预备，嗨！为什么每次都要戳我的屁屁？眼梦的行动，炎之呼吸上了，哦，都打好痛哦！我、哦、又要是谁了？好可爱，刚好眼梦需要回去休息一下。毒奶攻击，哎，我的毒奶嘞！呼，哦，打死了！呀吼！旁边有怪怪的人，好紧张啊！哇，500经验呢，250啊，给一窝做升级，12等，特级王室汤看起来好毒哦。照相机是谁？我忘记了。不会错过任何一个。我是旅行摄影师，请要买这张刚拍好的照片吗？我是发了，买，谢谢惠顾。可是买了可以干嘛？但是太霸气了，忍不住买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那我们应该算是这个地图似乎已经攻略完成了，所以有可能接下来就要往下一张地图前进了吗？不知道哎。好，那我们的迷托邦先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